好，现在是两只鬼，有林一江跟翁之佑。好、哦，哦，侯承佑中，啊、侯承佑是鬼哦。对，你已经换人了、啊。侯承佑是鬼，侯承佑是鬼。好，他们都好，他们都死掉了，都红了。侯承佑是鬼哦。这边。那么晚了？没有。有了，他有玩。啊，我手上有玩的，我没有参战。好，彦龙，赶快，他救人了。他没有救我。他没有救你。救你！不能动哦，红了就不能动。可以接下。我抓人了。好，李瑞当鬼。谁跟谁是鬼？一瑞跟万晴。一瑞跑不够快。好，现在万晴是鬼。他是鬼。鬼不要抓鬼。好，笨动。他没红嘛？没有啊。他有啦。红灯。逼他到死角。陈彦龙啊，哎，谁当鬼？我不是鬼，不是你吗？不是鬼，你抓我！鬼抓鬼，鬼抓鬼，不要当鬼啊！谁当鬼？我只是玩哪玩龙？哦，你不要假装啊，你都在装没有玩。好，要讲红了、哦。朱静怡躲在那边，你们看到吗？朱静怡躲在那边，假装。谁是鬼啊？谁是鬼？才两块三。好，别让他当鬼了。越传统的大地游戏越好玩。你们两个当鬼，因为你是鬼子。没有，我变成人了。好，陈彦龙是鬼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谁有个水啊？你要我吗？我速度太快了，怕你们不要捡。我从以前到现在都鼓励。